来，那刚刚苏丽丽。来，讲这个苏小姐这个问题吼，因为我看你的相片吼，这土壤内底呢，这个高地吼，基本上全部长满了青苔吼，所以呢，为什么高地全部长满了青苔的、这是一个施肥量吼，可能有一点点超过吼，所以呢，你这内底呢，可能爱伫这种肥料的这使用的这习惯吼，所以你一定爱。这个农林菌吼，这种的你得爱去改，这个做这处理吼。那么然后就是讲，有机会吼，并讲一段时间，你得爱改迄个药，小甲药互破吼，因为迄种规个拢卡青地的时阵呢，伊真容易出现这种的这个问题吼，所以这伫遮互咱好朋友呢，小做者这个参考吼。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这物件咧用吼，你讲产量高啊，但是高价流买吼，这其实慢慢来吼。我感觉讲像这个园艺品的这部分呢，你纯粹你会当用这个因为你无要用农药嘛吼，无要用农药呢，涂骹你得灌这个亚磷酸哦，这亚磷酸，那么氢氧化钾这种的这个来做防滴。那么伫后边你得当利用。这个碎片来改这个做处理我相信，因为你若讲伫外口着园艺病，这样不啊都唔敢讲你若讲伫这个温室内底吼，佮互你着园艺病这交代袂过这一般来讲呢伫咱管理上你稍注意者这因为你所使用的拢是比较这种非农药防治的这个方式所以呢，我是建议讲你也当安尼来改这个做这个处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土壤的这个部分这个倒是因为你伫这个管理上土壤一定要注意哦，好势这农林菌你一定要适当的这个使用。那么化肥料这肥料的这个使用呢，是不是你若是有你小做一个记录咱针对迄个记录来改这参考看卖者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营业粉丝这营业粉丝不是家里的困扰，大家拢是。这个相当的这个同款咱有一寡会当去搭配来改这个使用，但是就是讲，它没有，因为你就是慢过了，虽慢一段时间咱浪一两天过咱用一寡这个比较安全并讲伫伊的这个采收较短的这个这种药来做一个全面性做一个这个防滴，这个都很安全这无啥物不会很大的一种这个困扰。但是你细长的时阵细长迄阵就袂使互伊袂使互混杀伫内底因为伊若是伫遐安居乐业，你搁后壁你着做歹抓，所以你细长的时阵，你应该是先就是讲还未采收进前还未采收进前呢。咱会当家顾较严嘞，就是讲顾好势，这通常都较无即个问题啦，所以这伫遮互你小做者参考。所以咱咧做者这安全用药安全用药呢，就是讲真正即个困难就是讲。唔是讲我拢无去转油啊，因为你爱家比细长，你顾好势，啊好顾好势了，伊就较袂讲去建立着迄个族群。啊，迄个族群啊建立吼，过来就是讲你甲转啊转死，伊个两个出，啊两个出，即马来个生两，咱个甲转个死，啊轮两个出，永远伫遐咧轮回所以你有当时就是讲较严重的时阵一段时间慢慢，因为咱。佮较烂吼，你慢慢的弄一下，会比较烂芳嘛。啊，慢较烂芳的时阵，佮处理一遍以后，佮三工五工过，佮来慢。啊，这拢足安全的，一个这操作的这方式，好。那么这个你要放心这个大概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佮一个就是这个吼，加叶啊的这问题这种叶子佮来枝条一定爱捡好势并讲。伊一个花内底已经黄啊，啊黄啊呢，你可能伫这个花下骹吼，适当的一个这个叶子吼，一寡叶啊爱家做一个这修剪因为你若无甲修剪吼，迄叶啊白沙沙，大了真好看但实际上呢，这个就较容易有这种病害的这问题啦因为这你爱小来家这注意一下另外一个，我看你这温室有一个所在好像是有一面墙，这是不是水墙冻掉嘞？是不是以这个通风这内底一个通风有较歹通风若较歹，咱是不是会当
啊，科鲁增能仪啊，迄、那个电风吼、哦，内循环风扇，唔免风，唔免足大，内底有法度小可互伊扰动啊，即对着一寡即个病害诶一个风地嘛，真好诶，解决效果啦吼、哦、啊，即我是个人诶解决看法吼、哦，是安尼吼，所以你啊、大概是为即个三个方面吼，即、哦。啊，注意水分的节制管理，吼、哦，啊，然后肥，吼、哦，你啊，一定要用农林菌，然后控制化学肥料的节制，这个适当的节制使用，啊，然后过来就是这种亚磷酸氢氧化钾配合这个细片，吼、哦，来做完疫病的节制的管理，吼、哦，这大概是安尼啊来做，吼、哦，啊，应该的。当家是你所遇到一个困难呢，啊，该控制掉嘞，吼、哦，啊，这分散的细长。壮较倒咧，大壮你就较唔免惊哦。这也无呢，囥到叫别离，也无办啊，那太可惜了哈。哦